Record 这个呢是资料集啊，我们呢就按了共十笔啊，这个确定啊，但是呢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，少写一个笔这个字，那我们就自己把它打进去啊。好好，打完以后我们就存个档，好，这个呢就可以生效啊，这个就可以生效记录。Record board first record 第一笔，到 record board last 最后一笔，然后呢，总共呢 record board total record 是多少笔？啊，这个呢，城市呢，在这地方，就在这地方啊，打一个笔啊。好，我们就送到浏览器。好，重新整理一下。啊，记录一到五，共六笔资料。记录一到五共六笔，好，来。